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七男，今天我要北上阿罗斯塔，去阿罗斯塔干些什么东西呢？等下你们就知道。Yeah， 这是八七。I love everything. Fire spreading all around my room. My world's so bright. It's hard to breathe, but that's alright. Hush.Take my eyes open to force reality. Why can't you just let me eat my weight in glee? I live inside my own world of me. So 我来 Alostar 呢，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看地皮，因为我想要买地皮来起屋子。然后虽然它是稻田的地，但它是一号地可以起屋子的地。哇哦，我起了屋子应该可以赚很多钱哦，够力啊！这次我的钱应该可以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后面有很多 Bronco 在起这了哎，没有，已经不是起这，已经起好了的嘞，够力了啦！这块地如果给我买下来的话，刚才我看的地从头去到那么尾啊，哎，够力哦 ，Bronco 不知道可以起。多间诶，从头到尾啦哦，保守估计啊 ，Sammy D， 我至少100间没有问题诶，你看，哦，够力哦，这里就是地。来这里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这块地皮给买下。这块地皮呢，各位进来看一下，从这里啊。到达后面，第一它是华人的地皮，第二它是福利后，所以这里买下来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值得买下来。当然不是我，有谁有兴趣，不管你是发展商，不管你是自己要起屋子，你要种稻田也好，欢迎联络我。So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铃铛，我们下个影片再见。Yeah, just picking up dead